高雄市长韩国瑜传出也可能会再度访美，而他用什么身份出访也备受关注。今天下午他受访时表示，目前没有收到邀请，如果有的话会去。但是韩国瑜倒是先透露了，秋天时他会访问日本。日本交流协会东京本部长来访，和高雄市长韩国瑜相见欢，双方互赠礼物，看起来谈得很开心。同时他也邀请我本人到日本访问，时间定在今年的秋天，那我也同意。日方提出访日邀请，韩国瑜很阿萨里的答应秋天出访，倒是访美的行程传出可能在9月或10月，韩国瑜说还没确定。没有，目前还没有定案，目前还没有定案，目前美国行还没有，那也没有被正式邀请，如果有邀请的话，我想我也会同意去美国。只是不管是访美行程还是访日，都可能卡到议会的定期大会，9月26号、27号要进行施政报告，10月底到11月要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施政总质询，若要出访恐怕只有10月的时间。至于21号韩国瑜和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见面，两个人聊什么呢？外界也很关注。苏启老师会是我国政顾问团负责两岸跟国际这边业务这个领域里面非常重要的智囊，苏老师也同意来担任这样的一个执掌跟工作。那未来我们国政顾问团目前为止大概有20-30位，都有分工。那在两岸跟国际这一块会是请苏启老师。韩国瑜忙市政，但将披蓝袍出战2020总统大选，韩国瑜也要分身为自己找国政团队。记者苏慧君柯承浩高雄报道。